今天出来看两个所在，一个所在是伫岛南吼，田头里家吼，龙水路的问题吼，啊，顶油座、下油座都要让一段吼，差不多200米，啊，这咱地方反映讲，希望讲有法度当管甲做起啊，避免啊淹水吼，这咱感觉是有道理，啊，所以拄则已经决定讲，迄段要甲补起来吼。即马大陂这所在啦吼，这条路过去吼，就是讲一个公算单位啊，做来这公司。啊，十年前吼，结果它的回填啊，并不是非常的踏实哦，啊，所以讲即卖已经变得坎坎坷坷，当然影响到这个交通往来的这个安全吼，那地方我来反映真久啊，我感觉讲这段是应该要优先啊，会当来抛除重铺啦吼。啊，即卖地方咧反映讲更加贵迄段我即卖今仔日有要求阮的公务处吼，啊，必须要过去勘查，勘查了如果若认为讲吼有需要来。抛除重铺的话，我们就一并来做规划。那经费许可，我们一次做；经费不许可，我们就分两次做，这样都可以的。好，不平哦，啊，造成这个用路人哦，作方便无方便，尤其村民嘞，伫骑这个机车嘞，拢总穿来来骨倒哦。啊，咱希望嘞，咱会当管务会当来改善。即摆声明，咱县长亲身来敢看哦啊。要敢做，咱非常来啊感谢吼、哦，咱县政府，咱会当体谅咱地方的需求吼、哦，啊会当予这个村民承诺遐安全吼、哦，这非常多谢咱县长今仔亲身来敢，予咱的经费来改善这个道路，谢谢。